胆战心惊的战是战斗的战啊。要有德三宝心法、孔孟心法呢、啊，孔孟圣道三宝心法，才不枉费今生来世间呢、啊，才不会入宝山空手而回啊！世间财是兼用啊，或者是给以后不认识的人用啊。按三宝得了三宝心法，可以带着走啊。再世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改变命运。寿终之后，超脱生死轮回，帮助离苦得乐啊！老母呢？老身改做老母，老母是我们的自性活性的源头，我们活性的母亲也叫老母，中央的中。加上两点，那两点代表一阴一阳，一阴一阳之谓道啊。道呢，女人化就模拟人的来讲，叫做老母，要跟后天的母亲的母做一个差别，所以旋转九十度，用中华民国的中，中者天下之大本，中就是道来做代表。那中间加两点，代表一阴一阳，一阴一阳之谓道啊。